一进虎口，观四方，龙兄虎弟，列两旁。在下脚踩莲花盆，手开鹿临门。三爷连台管，进口开天恩。哪条线上发财？枪是梗，蛋是花，一无性，二无家，走着吃，打着花。 江湖路上，是一家泼妇，太可！ 盖土，宝塔镇河妖，莫哈莫哈，正山武士说话，谁也没有站。脸红啥呀？精神焕发，脸黄了。 听见了。 对麦子，拜过红花亭子，梨树沟，千里草腕，在外追分走臣不容易，肯赴，别挑肥拣瘦，学着孔融让梨。 这位是梁台，在下听你的。这么说，你是许旅长的人了？许旅长的马号，我军叫司马副官胡彪。你就是胡彪，高山点灯，名头大呀。上回虎山干啥来了？投靠三爷，好步步登高。山穷水尽。 也得有点地界里啊！
和三爷的威风，一头跳毽子正好撞到胡某的枪口之下。老吴，好霸的，天下大大了。三爷，碰得太巧了，正好赶上您过六十大寿，有人过坎的拜山神宴。搬火山子。三爷，胡彪这趟溜子走的可不容易。他奶奶的，跟了许旅长这么多年，没遭过这份罪。奶头山被共军打花的了，许旅长跟弟兄们都进了书房，只有几个兄弟流了水。栾副官没在山上，夫人跟郑三炮去找侯专员领赏了，我在蜡烛台养马，这才没落难。你老胡爱马如命，江湖上谁不知道啊？要不是为了那青鬃马，咱能差了那五个鬼子跟了许旅长？好马快刀，这两样都是许旅长的心爱之物啊。三爷，这你可说错了，不是两样，是三样。哪三样啊？好马，快刀，蝴蝶迷。算是给三爷的寿礼。老胡，滨随涂家那么多山头，你为何偏偏要投奔俺威虎山呢？说说说！这位当家的，刚才咱老胡不是说了吗？奶头山花的了，活着的各奔东西，那咱老胡也得有个地方去呀。想来想去，也就威虎山了。三爷爱财，绿林道上没有人不知道的。这一个月最糟的呀，哎，今天我站在威虎厅，我才知道这罪啊，三爷没白遭。蝴蝶迷郑三炮投奔了侯专员那儿，那栾平去哪儿了？栾平啊，那个瘪犊子玩意儿，快别提了。怎么，没见着他吗？见着了，李入沟，他三舅家，咋没见着？那栾平和刘云山说啥了？谁？刘云山。刘云山？三爷，不认识啊。就是脸上有撮毛那个。三爷，真没见着脸上有一撮毛的。李树沟他三舅家一撮毛必须去啊。栾平到底咋回事啊？三爷，快别提这事儿了，提起这事儿我就来气。栾平这个不仗义的东西，
三番五次让我跟他去投侯专员。栾平是什么人呢？许旅长的联络副官，山上山下谁都不认识。咱是啥人呢？一他妈臭养马的，认识几个人？那我跟他去，我仔细寻思，那不就当随从去了吗？这钱碗边子的事儿，咱不能干，咱也不能喝人家冷饭汤，老子不去。你管职清子亮，你能给别人提鞋啊？老大说的对，再加上蝴蝶迷跟郑三炮，他俩已经去了，那我就更不能去了。我心里都知道啊，这些人没一个瞧得起我的，我能跟他们当差使？你这是凉拖砍蝎子，大材小用了。所以啊，我就跟栾平啊，我就跟他表白了。我这么跟他唠，我说老栾，你说蝴蝶迷跟郑三炮已经到侯专员那儿去，咱俩去能有啥甜头啊？你看这个郑三炮只是去送了个信儿，也就封个团长，你说咱俩去还干啥呀？你猜他咋跟我说？咋说的？说出来气死你们。他说，哎，老胡，你这主意也不全对啊，你上威虎山去伺候坐山雕那个糟老头子，你伺候他干啥？人家手里头有八大金刚，咋的？能封你当老九啊？就算是能封你当老九，他那个破山头不也得听侯专员跟谢司令调遣吗？咱去侯专员那儿，就算封不了个团长，怎么也得混个中校参谋干干。你听听。听见了吧？啊，往后啊，不管谁，看见他就杀了他。是是是是，三爷。老胡啊，你这一上山来就献给我两件宝贝，本来应该封你个保安地物理上校团副啥的哈，可这威虎厅里头。就这么八个座没座了，你说你这么大能耐一个人，没个座传出去，说俺威虎山不仁义啊？要不那么的，拿点黄啃吧，让老胡吃饱喝足了下山吧。啊，是。往后啊，不管谁搁哪嘎达看见老胡，都是咱威虎山的兄弟啊。就那么地，老胡。三爷，就这么年，老胡走了。老胡可有一样宝贝还没来得及献给三爷呢，不是你都赶紧献呐！三爷，掏出来啥玩意儿啊？不知道啊，就听说这玩意儿叫先遣图。先遣图我听说过，干啥用的这玩意儿？搁哪儿弄来的？三爷要问这个，那咱还得谢谢人老栾。之前不是唠了吗？老栾要拉着我上大锅盔，我就跟他说，这大锅盔有郑三炮和蝴蝶迷，你指啥去呀？你猜他怎么着？他从怀里掏出个油布包，在我眼前都这么晃了一晃，说：“
这叫先遣图，无价之宝。那我也琢磨呀，你有先遣图，我啥玩意儿也没有啊，那我他娘的就不能去。据说此图暗合生死八门、阴阳流转、八卦轮回。行行行行，行了，老胡说正事儿，你跟这瞎叭叭啥玩意儿？他一看拉不动我呀，就开始跟我使手腕。他非得要旅长的青鬃马，就他那怂样也敢打青鬃马的主意，活他妈腻歪了吧？那指定不能给他。他看要不来马，接着又开始跟我使心眼。他有心眼，咱也不能缺心眼不是？搬火山子，想用火山子把我撂倒，那就来吧。连着八大碗，咱老胡没咋样，可他娘的，他一抻腿成一滩烂泥了。老胡一看，一不做二不休，趁着他喝醉了，一刀杀了他。咱老胡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？老胡的青子从来不差朋友，他不仁，咱不能不义不是？得着咱该得的东西，骑上青鬃马，直奔威虎山。好。翠花，你把那玩意拿过来，我看看。待着吧啊，那啥，那要不弄的，我现在宣布，你就是威虎山老九。别忙呀，三爷。三爷，以老胡的功劳，封他个上校团副，大家自然没什么意见。可是，真要封他为咱威虎山老九，那可是柳子里的大事儿。这规矩……放屁！啥规矩啊？你都当了威虎山老二了，你有啥本事啊？那还不是三爷一句话啊？三爷都说了封他为老九，我看封老九挺好。那啥，翠花说的不是没道理啊。山里山规也不能废啊，有人有面嘛，不能乱了规矩啊。你再说老胡，陆林道上人明白这个啊。你要不那么的，你哪天你亮亮家伙啊，让大伙看看。你这样大伙他就服你了，他就信服。三爷。刀山火海，老胡见过，没有三把神煞，也不敢倒反西岐。各位老大，这坎子，老胡接了，多多照应。
事啊？没事啊。没事回去吧。这不想跟你唠会儿嗑吗？不还是有事儿吗？唠吧，今天我高兴。哎，坐着。三爷，你坐。你坐呗。我刚才坐的屁股难受，不坐了。三爷，那青龙马我给你喂好了，我还家里提蛋呢。好好喂着，别让它掉膘。那肯定的，掉不了膘。我懂马，它爱吃啥，它爱喝啥，我全知道。青龙马你懂啊？啊，懂青龙马的不还得是那姓胡的吗？三爷。你这话啥意思啊？他老胡算啥呀？他就是许大马棒子的马号，我老嘎子才是咱威虎山的马号，是不是？你说你让一个外人养这马，多不合适啊！再说了，他到了马号了以后，那我是问他不问的呀。此马克主。啥克主？这马搁日本人手里，那日本人是不是死了？啊。这马搁奶头山许大马棒那儿呢。还让我往下说吗？那这事儿挺大呀。道长，冰驼电报。你。近日，共党方面、军区及公安部联络活动频繁且秘密，想必对我本人已经产生怀疑。安全起见，即日起中断电报往来，待平稳度过这段非常时期后，即刻与您联系。望明示，冰驼。准备行装，我要亲自去一趟牡丹江。需不需要我与您同行？不用了。我没有一步走错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不是一般的胡子，他是座山雕。他心狠手辣，别以为你自己会几句黑话，他们就真的会把你当成胡子。天王盖土，宝塔镇河妖。你别以为你穿成这样，他们就真的可以把你当做胡兵。你就是胡彪，高山点灯，名头大呀！胡爷，谁呀？我是伺候您的。进来吧，门没栓。哎。胡爷。哎，干啥？我给您洗脚。哎，等会儿。那个，我这脚啊有毛病，别人一碰我就痒的受不了，所以这脚就别洗了。哎呀，胡爷那不行啊，我要不把您伺候好，武当家那关我就过不了，他非打死我不行。等会儿，你不说，我不说，他咋会知道？那谢谢您了，起来。姓啥叫啥？
我姓常，在威虎山是干杂役的。哟，这威虎山还有杂役呢，这倒是不错。哪人呢？夹皮沟的。我来这儿之前呢，是打猎的，所以他们都叫我常猎户。哦，家里还有啥人呢？还有个老婆，也在山上的，在那花寨看着那些女人呢。老婆也在山上？在，在。这威虎山到底是比奶头山强哈、啊？还有杂役，哎，像你这样的杂役，山上有多少啊？有30多个以前，现在就剩10来个人了。人呢？都死了。咋死的？不太清楚这个，真的忽悠我，这我不知道。哎，过来，过来，坐着。咋的了？这是？今天咋看你不高兴呢？也没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。现在威虎山上上下下都是英雄，我却成了个废物。没想到这两虎相争伤的是我，可如果我真的能替三爷您挡灾挡难，就算是让翠花去死，翠花也是心甘情愿的。你别老跟刘大麻子一般见识啊，他就是一个糙老爷们儿，弄香舞刀他在行。你要论筹划点事务啥的，不还得是咱们这样的人吗？三爷，您真的想封老胡为咱威虎山老九？那我话都说出去了，咋办呀？你再者说了，咱也别管他老胡从前搁哪个山头有啥声望，咱还不是给先遣图面子吗？
你这先遣图要是他献给了谢文东，那姓谢的敢封他个旅长干了？可您有没有想过，共军现在就在夹皮沟？我能不想吗？青鬃马指挥刀有可能落在共军手里，但是先遣图绝不会出自共军之手。您是说？ 这先遣图是真的？我仔细看过了，绝对真。别跟他们说你看过图啊。 这张先遣图我仔仔细细研究过了。这嘎达啊，这是海林站陈大个子搁这儿，往这边挨着他，这是两班屯张寡妇，啊，再往下来，到了这边，棒槌沟，冯老三。冯老三和我爹是拜把子，啊，还有这儿，这嘎达。 你看，这是四方站的向大胡子。向大胡子比我爹大，后来是我爹给扶起来的。那我看都叫大爷的。向大爷。啊。你说啥？向大爷。咱俩一辈儿啊。哦不，您是三爷。 这些人我跟你说啊，你别管他是在张大帅那个时候，还是满洲国那个时期，这一个一个的那都是响当当的人物，知道吗？现在知道了。嗯，这张图做的真好，真的，一般人看不懂。你就像马锡山那样的，你就是把图献给他，他都整不明白。 三爷，您说要是将来咱们联络了这些人，他们能听咱们的吗？能听最好，不听就插了他。这张先遣图也是咱们的密杀图。翠花有句话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别跟我装犊子。我觉得，自打那个胡彪一进咱威虎山。 我就有一种不，我觉得他一定大有来头。这张图是真的，至于这个人，有他也不多，没他也不少。三爷高明，妈的，这个姓胡。 他们乃头山花的，却跑到咱们威虎山来抖能耐。说实话，您封他个团副，其实倒也没什么，反正就是个虚招子。可是，如果您真的要封他为咱威虎山老九，这可就不一样了。上上下下的人，到时候都会拿他当自己人。那这样的话，不出三天，咱威虎山的秘密就全被他知道了。 所以啊，我找你来商量商量啊，这个老九到底咋封他？听不明白你。明白了。到时候还是需要三爷点拨一下。 你上那儿坐着去，我把图收起来。哎，别看啊！杨子荣同志已经按计划上山，接下来我们分为三步进行行动。第一步，栾朝家同志。
你立即奔往神和庙去盯紧那个老道。那个老道就是躲在黑暗之处的毒蜘蛛，外面一切的风吹草动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。坚决完成任务。好，第二步，全体战士都要乔装成夹皮沟的老百姓，轮流上山打猎，以便随时获取敌人新的情报。第三步，所有小分队的战士必须立刻掌握滑雪技能，以便随时攻取威虎山。报告，这滑雪谁教我们？县城的教练员，小长宝。也是啊。胡腾，你去神和庙可得稳当点，那个老道狐狸落里面啊，肯定有杀手，你别不小心着了道。我知道了，放心吧。坦克说的没错，这个老道表面上斯斯文文的，其实背地里却是心狠手辣。这个神和庙呢，看起来风平浪静，实际上它的危险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威虎山，因此千万要多加小心。请首长放心，栾朝家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那大家快去准备吧。是是是。三爷，信写好了，您过过目。哎呀，慢点，翻多了，忙手忙脚，多。三爷，去的时候啊，什么都不用干，直接进鼓楼子，把这海叶子交给定河道人。对了，让他给三爷苗垛子带回来。那梁台抓鸡的事呢？能抓则抓，抓不着的话，送海叶子要紧。三爷，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？去吧，三爷，您说这回这个老杂毛能托底吗？有先遣图托底，他们爱托底不托底。还是三爷高明。胜利就是我终点。